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。吴多威，智商260，男，美学家，相貌专家，颜值专家，数学家，逻辑学家，语言学家，全面准确制定出美女的标准，因此成为世界美女之父。有这样一句话，上帝创造了女人，吴多威创造了美女。